风流玩家。撩妹有所谓三不政策，不主动，不拒绝，不负责，现在再加两个不，不要做公狗，不要冲动。更加是难解专家，人生还有很多个十年，塌了才有更多的可能性。你这次又想到退出机制，我不得不承认你确实行，有料，真有脑。太抬举我了。简单爽朗，倒霉之王，帮我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快关门企业，开张一个星期就关门了，还不是世界纪录。你这个就叫运气不好喽，开店就倒闭，打工害死老板。零二九算你狠。一场好兄弟，一种微妙关系。死家伙利啊，要死都选我生日那天，玩的那么大，摆明是要我照顾他兼他女朋友你啊。我之所以那么久没人追，就是因为你没事经常往我家跑，大家以为我有男人，就全都不敢来追我了。当然不是了，我跟那个阿爽呢，绝对不牵涉任何男女关系，不像你说的肮脏龌龊。感情突破点只差一点点。你只有一本性经而已，竖心旁那个性，性爱你就有了。我今天美不美啊？美。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吗？我们不是只是 brother 兄弟哥们吗？你很在意。我们不要再做兄弟了，好不好？溏心风暴三。